党进攻的利益，民进党统管执政，安尼好不？多谢下面咱的上勇敢的男子汉，今仔日上惊这个含义，咱的王兴南、王伟文，咱的破解朋友这个，谢谢。喂。喂啊，咱会拍拼，咱家己努力，那个拍破的好不？泡酒小公分啊！哦，啊无今天小兄弟，要注意啊，较巧吼，啊一下比几日就加比，我一下就今天加过最细段，看你阿要死，啊一下看彩华，咱这个上，咱这个上个礼拜，啊咱大汉会打起来上来吼，好啊，比阿跳波比哦，我知影咱台湾，咱台南，天公真正有波比啊，所以只。往宋家恐怕不是赢，宋家公可能会输，我讲一定会赢，但是袂使赢了歹看，你讲对不对？但是有一项我要来讲者，国会底我嘛唔惊啦，上惊就哎哎，啊！即卖国民党无人敢派人落来，还能选这位啊？啊！咱大家从五年啊，拢九站九边，九站九无要九边，就无要拜托朋友去投票啊！啊！就从这里投票啊！安尼就是啊，所以我要来各位各位讲，现在啊，免跟我介绍，现在啊，这里为这市长，伊的成绩单啊，大家手中拢有，大家心中都已经坚定起来。一摆，伊最后我阮即摆民进党强烈爱他中国，要讲经济议题，要讲经济议题，这专门我欠大家讲起来，所以伊当做这个地位，我能够老马。自处啦，老爸吼，别家你把鸡再带回这里，猪人连接你天朝，你要绑人家，你要咕咕咕咕咕，就可以告诉你，都非常的近。阿爸阿妈替台湾下经济，我的民进党喜欢你的中国，要增加他的他一个他强的力量，我赞你。所以大家拜托，咱大家一定赢，一定爱赢水。想要进的，都是一定爱出来投票。不但咱来出来投票，亲戚多得连来催嘞，出来投票哦，一定要出哦。忙啊，阿公你五年，阿公你还几十岁呢？阿你咱几辈？